好開心啊！我哋嚟到咧就嚟結尾啦，去到最尾嗰題啦。Worksheet page 9 part U。咁我哋見到咧有有兩個 power 喺出邊，不如我哋試下處理咗佢先好冇 ？OK， 咁咧負嘅單字就係負嚟嘅，然後就 B square、C square， 二嘅三，二三月六次 over A 三次。除嗰個唔好喐佢住，我處理曬啲 power 先。負嘅雙數字咧就係正咯喎，正數，但係 B 四次 over C 嘅幾多次咧？有二次，有四次，二四如八，八次方係啦。OK， 咁而家咧就處理個除數啦。負 B square C 啊，呢個六字嚟嘅，呢個係 over A 三，除變成咧要。Turn it upside down. Turn it upside down. OK， 好。咁結果咧就係負數啦。咁我見到有 B 二同 B 四，咁咧就剩翻係 OK B square。咦 ？A 三字都冇喐過喎。咁仲有呢個咧 ？C 六同埋 C 八咧，就係 C 十四啦。好，我們做到這裡為止。咦，有沒有錯呢？哎呀，好像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做錯了一件事。這裡呢，我做錯了一件事，就是 B 的三次，這裡應該是三來的，所以這裡是三來的。那 B 三除 B 四呢，就不是 B 二了，是 B， OK， 是 B 一次，一次而已。所以呢，我要改回答案了，就是負 C 十四 over A 三 B， 就是我們的答案了。謝謝。